指引化的表演时间，请大家欣赏啊，在我们的舞台的右边大屏幕也可以看到我们水影画现场制作的过程。非常的神奇啊，所谓水影画呢，是使用水和油脂类颜料，运用油水分离的原理进行高技巧作画的表演艺术形式，用底部投射有白光的透明的容器装满水，然后在水面点滴油漆的彩墨和颜料，再用针笔进行引导塑形，形成不断变化的美轮美奂的形象或者美美的花纹，给予深刻的视觉体验和哲学感悟，非常的深奥。表演结束后，用宣纸轻铺水面，可将水面上的画进行拓印保存。现在为您绘画的是已经有11年表演经验的嘉宾杨琴琴老师。